系 Evelyn， 欢迎收睇由我主持嘅 Evelyn Tips。系啦，大家睇我呢一身造型，就知道我接落嚟要介绍嘅就系学院风。咁其实学院风咧有两样嘢，我觉得一定要有嘅，就系棒球褛啦，同埋我哋读书时候一定会着嘅 V 领啦衫。咁講起棒球褸咧，其實有睇開 Evelyn Tips 嘅人咧，都會知道我介紹過無數咁多個變奏版嘅棒球褸。而我手頭上呢一件棒球褸咧，就比較少介紹，就係長身嘅棒球褸啦。咁同埋佢嘅顏色咧，就係今年冬季其中一個好大熱嘅顏色，就係芥辣黃。咁除咗呢一件棒球褸之外咧，其實裡面呢一件衞衣咧，都是我很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，因为其实卫衣都是学院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单品，而我手头上这一件卫衣上面的 pattern 就是今年非常之兴的一个 theme， 就是宇宙星球。大家都会见到有星球啦，有星星啦，还有这个地球很危险的时候可以坐离开的火箭啦。那棒球褛再加衞衣就可以營造到一個很特別、很 boyish 的學院風啦。咁頭先就介紹了棒球褸同埋衞衣，而家咧就介紹充滿住我讀書時候的回憶的 V 領長冷衫啦。記得嗰陣時讀書，無論是夏天定係冬天，都會穿住一件 V 領的長冷衫周圍走。咁我手頭上呢件長冷衫咧，亦都可以當為連身裙咁樣著嘅。如果你嫌就咁著連身裙會好似好女孩子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加翻一件中性啲嘅軍褸。而呢件軍褸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就是裡面的脷可以拆的。如果秋天秋風起有些涼的時候呢，又可以穿住它，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風褸料。如果冬天凍的時候，又可以加上個脷可以保暖的。最重要呢，它的 design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開叉位啦。其實有開叉位就好像我現在穿著這件這樣，就會有一種顯瘦的作用。所以呢這樣穿就是非常之好看的 boyish 學院風啦。無論是棒球褸加衞衣，定是軍褸加冷衫，希望你都可以找到屬於你的 style 啦。